志谦医师，恭喜林志谦医师。谢谢郑理事长啊。那么，这我们第二阶段啊，这个摸彩呢，就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对。那我们接下来啊，要邀请的是我们啊的在凤山区开业啊全民诊所张世昌张医师来为我们演唱歌曲。他要演唱的歌曲曲目是《NG 被杜的关乐牙》。那个刚刚那位那个前辈啊。哦、好多的粉丝啊，我希望 唱完这首歌以后呢，我也有很多的粉丝。我是民国99年全国比赛冠军，谢谢。海水的梦石头的梦，咱当天有手抓，你无客我无错，咱爱情无变化。可比寒温土去敲着山，念到遐尼啊大。可比恩赐要拄关落遐，安排到遐尼啊大。你讲你是问我？我是出世要来予你作伴，我讲你是我的心肝，无人会当将咱拆散。谢谢啊！哦，我的粉丝又多起来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海水的浪，石头的岸，咱当天有手抓。你无客，我无带，咱爱情无变卦。可比红温土去敲着山，念到遐尼啊嘛。啊，可比恩赐要拄关落遐，安排到遐尼啊嘛。你讲你是问我是错，我是出世要来予你作伴。我讲你是我的心肝，无人会当将咱拆散。你无嫁，我无娶，咱两个冬天有手抓。无论海水会干，石头会烂，你袂来离开我，我对你的爱情永远嘛袂来变卦。可比红温土去敲着山，念到遐尼啊吧。可比恩赐要拄关落遐，安排到遐尼啊吧。你讲你是问我是错，我是出世要来予你作伴。我讲你是我的心肝，无人会当将咱拆散。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有一个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谢谢。
非常好听歌哈。那我们谢谢张世昌张医师啊，为我们带来的啊演几遍都得管乐呀。那么等一下呢，是我们的重头戏哈，是由我们工会的舞蹈班的成果发表。那他们要为我们表演的这个舞蹈的曲目是 Paso。那什么是 Paso？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什么是 Paso。真的是非常舞趴手，对不对？那我们这边呢，我们介绍我们这边的表演者啊。我们从左边啊向右来做介绍啊。首先呢，是我们在大寮区开业的啊吴平健诊所执业的卢志成医师以及夫人左水秀小姐。
呢是在凤山区开业景明小儿科诊所的谢景明医师与夫人吴金荣小姐。再来是在凤山区仁恩诊所执业的沈振宇医师以及我们工会曾秀丽总干事。再来呢当然是我们五季超群的卢荣福理事长以及夫人啊，也是我们现任高雄地区医师夫人联谊会会长范炫玉范小姐。再来呢是在我们梓官区开业啊黄崇器诊所的黄崇器副秘书长。那么我们就请这个所有的表演者在台上合影哦。那我们要进行啊，也是重头戏哦，啊，就是我们第三阶段的一个摸彩。那要摸出的是我们工会理事会奖以及工会监事会奖啊，后面都是大奖啊，请大家呢能够啊静心啊留下来啊，注意哈，注意啊。那我们这边呢，首先要摸出的是啊，抽出的是理事会奖。那我们请我们抽奖的这个代表人呢，是由我们义大癌医院的院长陈汉荣陈常务理事来为我们抽出哦这个幸运的得奖组。欢迎陈医师。洪敏堂先生的医师，谁来抓？洪敏堂医师。洪敏堂医师在吗？洪敏堂医师，是洪医师，如果在的话，举个手。哦，欢迎洪医师。谢谢陈汉荣陈院长啊，陈常务理事。那接下来要抽出的是由监事会所提供的奖项啊，监事会奖。那我们来为我们摸抽出这个幸运儿的，我们邀请了我们高雄长庚荣誉副院长，我们的陈顺胜陈常务监事为我们摸抽出这个幸运儿。我们的李监事奖大概两奖金都是10000块。杨玉鹏医师，杨玉鹏医师，杨玉鹏医师在吗？10000块钱在这里。没有哦，我们抽下一位哦，杨玉鹏医师。在场的话，麻烦举个手。啊，如果唱名三次没有的话，我们可能要，抽出另外一位幸运儿喽。OK， 杨玉鹏医师，我们把10000块的机会给下一位。林氏李医师，恭喜恭喜林氏李医师。谢谢，恭喜，谢谢。
真的运气非常非常的好，不用花钱去签大乐透就有中到一万块钱。那么这个奖项呢结束了哈，那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各位的来宾，我们的医师的会员哦，我们刚刚的那个除了摸彩的奖券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医师节礼品的一个兑换券哦，那等一下记得哈，要在我们来报到处来兑换这个医师节的这个纪念品。那我们要进行的这个表演的曲目是由义大医院胃肠肝胆科彭道雄主任以及他的夫人苏雅芝小姐来我们表演的他们要我们演唱的曲目是男人情女人心，欢迎彭医师。